What's up?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， 是一种 funk guitar style， 就是我们所说的风克吉他，中文是叫风克吧，风克吉他 funk。在第九品，横按第九品，四根弦一二三四，然后第二弦的第十品，然后再加上第四弦的第十品啊第十一品，然后前几下。下一次最后一下是把这两个手指抬起来，只留食指。第一弦可以不弹，弹也无所谓。二，食指第九品，然后剩下我是用。小手指第九品啊，第九品啊，第七品，食指第七品，然后小手指第九品，这个手指也是第九品，然后琴键也是这样，最后一下小指横按过来，按到第二弦的第九品。这样也可以。非常棒的 funk 吉他 OK， 下次再见。